这一次行脚受证，在高雄最后的一场是有一群来自马来西亚，有的人啊就是身体有病痛，他们也撑着也要来受证。那他们200多位来的呢是包机来的，问他们说包机较小是吗？他说无，加三声哦，还有那贵啦。那但是呢，他们总是这样期待着，不愿意放弃来到台湾，让师父亲自为他受证。所以他们在槟城，他们呢也要很远的地方呢集中到槟城，还要从槟城呢来到台湾哈包机呀，那么来回呢20000多呢。他听到了几行几言，那就跟我说哦，这来的哈，不是大家人拢真有钱呢，有的人呢就是爱欠欠三年外时间，安尼累积了哈，才无法多来。有了一个家庭4口同时来受证，本来他是摆路边摊是荤食的，但是投入慈济以后呢，哦，他们文化啦，了解到呢要茹素，他知道呢动物啊都是有灵性的啊，他也了解到呢因果轮回啊，有6道轮回啊。就这样的全家都如数哦，同时呢既是自己如数，所以呢他就要改换了这个卖素面哦，一碗2块，两块是马币啦，我们台币呢是20块哦，他要累积累积呀，这一次来受证他也不放弃。一对夫妻两个囝，3位慈诚队，1位委员，安尼来受证，这真的是很令人感觉哦，真正是真感动啦吼。那所以说做慈济不是有钱人的专利啦，其实呢，他们心富有，心灵富有，这一家人呢，真正的。啊，那累积啦，每一个人都自己要累积哦。3年多啦，啊，那来修行哈，这是一个很有福的福慧双修的大家庭。还有呢，这一回我的行脚来到台南那里，看到这一对父母亲很坚强。发生这样的事情，这个孩子是他的老大哦，才22岁，他的生命中呢留了给很多人的回忆，因为他就是很乖巧，很善良，很孝顺的孩子。他呢从小啊总是很向往着这种园艺、景观等等啦，这是他的最爱。他也曾经代表台湾出去比赛哦，是拿了金牌回来呀，是那样的风光啊！毕业以后呢，他就是去找工作啦。那在这样的景观的一个公司，他去上班，可能还不到一个月吧，总是这样的无常，挖了一棵大树，这一棵大树要移植的哈，根都断了，休息一下，吃个午餐再回来呢，就在这样的时间内，他走进了
大树下，就这个树就这样倒下来了，回身乏术了。他的父母亲是慈济人，平常呢就是在那亲轮佛法。第一个时间他就已经呢普天三无，师父的法就入他的心啊，很快他就采取原谅，还要包容啊，而且呢，器官能用的就都取出来捐出去哦。还有呢，他也说啊，以儿子为荣，因为儿子的生命啊，在增长了父母的慧命，所以他说他也要以儿子为荣，也感恩儿子呢现这样的相，让父母亲更能理解到了人生无常啊，自然法则、因缘果报观等等，他都真正的华有入心。那他回过头来跟我说，倒是老板呢一直都放不下，一直都很忧郁哦。这一对父母亲在我面前也是同样的一直抚慰他。这呢是我到台南才没有几天前的事情，可以看到这一对父母呢，我真的很感动。这就是人间菩萨，大圣的菩萨，他那样的把法接入心来，所有的烦恼呢，这种的痛悲情，他都把他呢这个去除掉了，而且呢回过头来呀，还是呢要陪伴他。这人世间呢这么多的无常啊，还有昨天呐、啊。真的是很不舍的一个哈，在园林呐、啊，第一颗种子哈，红血雪啊，师父看到伊哈，已经坐伫轮椅啦，我都讲哈，你要加油哦。伊讲师父我知，因为呢，我要过五千块会员呢。是啊，这些人都需要你哦，需要你呢，还是不要让他们的善根断掉。伊讲袂啦，我嘛会和我的心不吼、哦、啊，好好搞我接吧。我但是我要你吼、哦，要继续的。可是呢，心里是明白的啦，因为呢，癌症已经到了末端啦。昨天呐、啊，他的儿子送着他的妈妈回来，就是他的心愿，无以良师啦、啊。昨天呢，先送到了大学，一切圆满呐、啊。那孩子们呐、啊，就来跟我说感恩呐、啊，母亲呢，这。20多年来在慈济很快乐，那种的爱的能量啊，他要不会放弃。他说师公你安心，我会给他接下去。你看他当初还有千外会完、哦、那就是25年。那他在走入慈济呢是25年哦，是园林的第一颗种子啊，是真不甘呐、啊。不过呢，实在是嘛，这自然法则一抓出来，微丸有60多微，所以这60多微的微丸呢，都是一直陪着他哈、哦。这你看，偌旺呐。真的很旺哦，吼！总而言之呢，爱的能量啊，一世人，以今年73岁，假如没有做慈济的话呢，还是平平凡凡的过一生。
他投入这20多年的投入啦，可要知道他已经呢发挥那么大哈、哦，谢谢他已经呢成就很多的菩萨，转这种生命增长慧命啊，真的也是很该庆幸哈、哦。现在是当为无以良师啦。我还是祝福他。总而言之呢，人世间这么无常，我们还要执着什么呢？还是呢，把握当下做就对了。